あなた誰？そうだっけ？忘れちゃった。最近物忘れがひどくて。こうちゃん、こういう時は笑おうよ。分かってる。頑張れよ。一家の主なんだから。光阳二三事，成年人的睡前小故事。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阿月。今天和朋友们一起聚餐，朋友很想问问我在日本社会中羁绊一词的含义。我尝试着解释，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于是我翻开了一部电影，或许在这里是一个日本普通家庭最真实的写照。一起来看我们的家族。2014年的日本东京吉祥寺，玲子依然很羡慕朋友们的生活，有着名牌包包，有着富裕的生活，有了孙子孙女，更是刚从夏威夷回来，而自己却变得越来越健忘。好不容易才记起自己最近养的仙人掌名字。从吉祥寺到自己的家，每一次玲子都要坐很久的电车。玲子的家在遥远的山梨县，每一次去往都市如同一场漫长的旅程。拿着朋友从夏威夷带来的纪念品，玲子心里依然空落落的。直到丈夫克明回到家中，玲子才发现自己已经空坐了整整一天。丈夫克明是一家小型企业的社长，虽然听起来很不错，但其中的隐秘只有夫妻二人知道。克明也不知道该如何埋怨不做饭的妻子。好在玲子收到了大儿子浩介的喜讯，儿媳申雪终于怀孕，一家人即将迎来新的生命。玲子高兴得如同一个孩子。梳洗过后，玲子又跳起了自己最爱的草裙舞。克明知道妻子一直希望能去夏威夷，毕竟那是他最向往的地方。克明提议不如最近就去度假，虽说经济不景气，但是如今公司还不错，更何况当年夫妻二人的蜜月只是去了迪士尼乐园。克明更是建议应该叫来亲家一起聚餐，全家人也应该好好的聚一聚。只是儿媳申雪并不喜欢自己的婆婆，因为在她看来，婆婆从来都是一个奇怪的人，总是会为一家人劳碌奔波，总是偏袒那一个小儿子。玲子也好久没有收到小儿子俊平的电话，如今俊平是一名大学生，每次联络只是为了和母亲索要零花钱。但即便如此，玲子也是开心的，即便从无数的银行卡中，玲子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仅有的存款。俊平得知自己嫂子怀孕的消息，只是俊平和申雪一样都不曾喜欢对方。俊平一直都觉得大哥浩介是一个厉害的人，毕竟当初那么严重的心理疾病依然可以走出家门自力更生。此时玲子忐忑地说出自己担心很久的事情，自己已经健忘了很长时间，这让玲子一直怀疑是否是老年痴呆。好在玲子还是那个爱开玩笑的母亲，不管如何依然给俊平期盼很久的金钱。当晚克明和申雪一家人久违的一起聚会，只是所有人都在以为是一个可爱的孙子。看着窗外静谧的流水，玲子一时间脑袋中一片空白，自说自话的不断念着仙人掌的名字。这一下让在场的所有人尴尬起来，浩介更是提醒母亲不要自说自话，让人感到不适。玲子当然不愿意承认自己出问题，然而下一句玲子已经忘记了儿媳申雪的名字，不停喊着不为人知的名字小满。那一刻所有人深感尴尬，看着不知所以的众人，玲子更加慌张。她不断辩解自己没有什么，不断解释只想和大家能成为开心的一家人，因为我最害怕一家人四分五裂，我不想家人离开我。事后克明也察觉了妻子的不正常，建议明天带领玲子去医院检查。次日克明叫来了大儿子浩介，希望儿子可以一起陪同前往医院，毕竟不是什么大事情，你母亲今早还好好的吃了早饭，应该是没有问题吧。然而结果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医生反复观察玲子的脑部 CT， 断定玲子脑中有着数不清的肿瘤，可以确定是很严重的脑瘤。正是因为肿瘤压迫记忆神经，所以如今玲子才会有很严重的健忘。话音刚落，玲子痛苦地大叫起来，她不愿意相信自己真有如此大的疾病，她更不愿意让所有家人看到自己的不幸。随着克明陪同妻子进一步检查，浩介询问医生最让人担心的结果，我的母亲还能活多久？
医生告诉浩介，如今玲子的情况已经是最恶劣的地步，最多只能再活一周的时间。从检查到一周的生命期限，浩介打死都想不到母亲竟然已经时日无多。克明根本不愿意接受所谓的一周，毕竟只是忘性大了点，不是早上还好好吃饭了吗？为什么只剩一周时间了呢？然而玲子依然是那个记不起一切的母亲，她只是很开心在这一天大儿子和丈夫都陪在自己身边。作为哥哥，浩介很厌烦弟弟俊平的不靠谱，不断留言俊平尽快回家。克明依然不想面对这个糟糕的结果，无论如何都想出门逃离眼前的一切，一切都要由浩介收尾，一切都需要长子在此时坚强。自从离开家之后，浩介就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母亲。玲子总是提醒浩介不要总板着脸，在这个时候更是要微笑面对一切。只是看着痛苦沉睡的母亲，浩介总是那个关心如何用药的家人。浩介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带领父亲和弟弟俊平碰面，毕竟如今三个男人需要坐在一起好好想想接下来该如何打算。相比较大儿子的冷静，克明依然不能接受，甚至会因为儿子接电话引来店员不满，出口和对方争吵起来。小儿子俊平姗姗来迟，尽管知道母亲发生了什么，俊平总觉得三个男人聚在一起一定有着不可告诉母亲的秘密。浩介警告弟弟不要告诉母亲如今的病情，父亲克明也觉得玲子是一个脆弱的人，无论如何也要等到明天进一步的检查。俊平还是嘻嘻哈哈，全然不知如今的情况。此时医院打来电话，玲子终于崩溃，无论如何都要离开医院。这一下浩介坐不住了，急忙带领父亲弟弟前往医院。俊平不是傻子，他知道情况确实不妙，但是他不能理解为何嫂子不来看望母亲。除此之外，俊平想到了手术的费用，他知道父亲的所谓社长根本靠不住，万一的情况下还得大哥浩介出钱帮忙。直到看见了早已记不清家人的母亲，俊平第一次慌张了。他没有想到母亲竟然想吸烟，竟然真的记不起哥哥浩介。陪伴母亲的俊平久违地和父母坐在了一起，此时的玲子天马行空，想到哪里说到哪里。俊平建议哥哥也一起坐下，毕竟好久没有听母亲聊天了。这一次兄弟两人第一次听到了母亲从未展示过的痛苦的内心。原来母亲一直都不喜欢郊外的房子，原来母亲一直都害怕家人的分离，原来父亲一分钱都没有赚到过，原来母亲一直都介意浩介当年的自闭。在那个时候，玲子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全身心地陪伴当时的浩介。尽管丈夫是那么不靠谱，尽管生活是如此的艰辛，玲子依然爱着克明，因为她最想要的从来都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借着玲子漫无目的的聊天，三个男人都沉默了，他们都没有想到以往最被忽略的家人竟然有着如此深沉的心。当晚克明留守在医院，兄弟二人时隔多年再次回到了家中居住。不过大哥，你发现了吗？今天的母亲真的很可爱，或许有病的不是母亲，而是我们这三个男人。深夜时分，浩介的电话急速地响了起来，原来是父亲一遍遍询问儿子是否该让母亲吸烟。直到反复拨打之下，克明才支支吾吾地询问大儿子浩介是否能捐助一些母亲玲子的住院费用。原来老爹只是担心住院费用，可是自己又从哪里去拿出钱呢？倍感焦虑的浩介已经毫无睡意，只能哭诉到天亮，叫醒弟弟俊平。俊平很厌烦昨晚哥哥手机止不住的响，更是觉得反正都没有回天之力，还不如让母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一句话触碰了浩介的逆鳞，警告弟弟再敢胡说一定出手教训。只是俊平明白，虽然这几天哥哥很是疲惫，但是他觉得家庭的问题并不是从母亲生病开始，因为他一直都认为这个家早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分崩离析。浩介真的搞不懂弟弟怎么还有心情讨论便利店新出的早餐。然而俊平从来都是能三言两语哄住母亲的孩子。然而浩介还是要去上班，只能等待今天母亲的进一步检查。克明叫住大儿子，他也知道让浩介承担这一切很是抱歉，生活的压力不只是一句抱歉就可以解决的。浩介不敢对上司说出母亲的真实病情，只不过面对上司再次去往俱乐部的邀请，浩介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联络自己的陪酒女。因为生活已经很糟糕，
根本没有心情去寻花问柳。沉默的人群中，声音最大的只有电车的轰鸣。在忙碌的一天之后，浩介终于有时间回到自己的家中。他不敢吵醒熟睡的妻子，只能蹑手蹑脚地尽量不发出声音。妻子深雪惊醒，走出房门询问母亲病情。浩介本能地选择隐瞒下，深雪兴致勃勃让丈夫帮忙挑选帽子，可就是一句不经意的敷衍让深雪不高兴了，觉得丈夫和婆婆一样总是不正常。浩介只能支支吾吾说出母亲真实的病况，希望妻子可以去探望母亲。深雪本能性地选择了拒绝，第一反应就是公公婆婆是否能自付费用。浩介只能硬着头皮询问妻子自家是否可以拿出一部分钱。在深雪看来，辛辛苦苦攒下的钱那是为了即将出生的孩子，而公公婆婆从来不想着攒钱，更是保留着泡沫经济十分的大手大脚。听着妻子一句句的教训，浩介明白所谓的商量不过是妻子直言抱怨的辱骂。那一刻，浩介掏出了陪酒女的名片，或许只有在那里自己才能说出心中不可轻易展示的脆弱，或许正如母亲所说，正是在这种时候才要努力地笑起来。不幸的是，真实的情况更加糟糕。俊平收拾母亲物品时分，发现了家中的真实情况。原来母亲从大大小小所有的贷款机构已经借了超过300万的私人借款。兄弟二人次日清晨叫回父亲，俊平询问父亲是否知道母亲的借贷。小儿子更是觉得，如果母亲已经借了如此之多，那么父亲的真实情况将更加难以想象。柯明当然知道妻子的借贷，原来这几年公司都是借贷维持。柯明如今身上背负超过6000万的借贷，俊平直接建议父亲宣告破产，清空债务。毕竟这一切对于母亲实在太不公平。只是柯明说出了不能宣告破产的原因，原来当初浩介刚踏入社会的时候，柯明买下了如今的房子，而因为债台高筑，当时只能让已经上班的浩介成为了房贷的担保人。如果如今申请破产，那么浩介就要承担房子的1200万负债。那一刻，俊平第一次觉得自己的大哥真的很艰难，真的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委屈。浩介听着弟弟父亲的话语，如今的他只关心母亲近况如何。俊平第一次担心起哥哥，害怕在这沉闷的现状中哥哥会做出傻事。然而俊平根本没想到哥哥抓起自己奔向了一个熟悉的地方，那是家门之外最高的山坡，在那里能看到这个小镇最美的风光。尽管那里已经封锁，哥哥浩介还是熟练地跑到了最顶点。浩介一把搂住疲惫的弟弟，告诫弟弟不要为自己担心，与此同时要想尽一切办法救助母亲。这个时候他需要弟弟的帮助，需要不靠谱的俊平站起来。事后浩介还是拿出了自己的信用卡垫付了所有的医疗费用。浩介主动找到医生，希望医生无论如何想办法救助母亲，只是医生直言如今玲子的病情已经无药可救，就算去到其他医院一样没有办法，更何况如今各大医院的脑部病房人满为患。在他看来，不如接回病人在家度过最后的时光。看着一点点据理力争的哥哥，俊平如何都不能明白为何就算是推荐医院，医生都不愿意提供帮助。浩杰不在意这次的失败，和弟弟拿走母亲病历，希望一起寻找接下来可以接手的医院。只是俊平不明白为何哥哥不肯见母亲。如今的玲子已经平复下来，询问小儿子自己是不是得了癌症。这一次从来直白的俊平选择了善意的谎言，他欺骗母亲一切都好，只是母亲依然记得很想吸烟。俊平也终于答应了母亲任性的想法，毕竟好久没有在阳光下好好和母亲在一起了。哥哥很担心你母亲，我会加油的，母亲你也要加油啊。从山梨县到中央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母亲的脑瘤无药可治，甚至连住院机会医院都不愿意给予，这让俊平很是受伤。他情不自禁地回到了当初打工的酒吧，老板虽然很不喜欢俊平的半途而废，但依然选择安慰这个不成熟的孩子。然而俊平期盼已久的姑娘还是不能答应俊平的一夜鱼水之欢的请求。如同母亲的病情并不是简单的拜托就能根治就能解决，相比较弟弟前往的一家医院，浩介已经寻找医院很长时间。熟睡的浩介发现了身上深雪披上的外套，尽管无法帮忙，但妻子还是在默默支持自己。
浩介把新找到的医院名称地址发给了弟弟。如今俊平已经明白哥哥的不易，会用一切的时间帮助哥哥分担压力。努力的男人不只有兄弟二人。克明终于拿起了业务的电话，一家家一户户询问是否有生意。好在身边的人都在支持浩介，上司也偷偷放浩介半天事假，让可怜的儿子尽快寻找接受的医院。但是情况依然不乐观，哥哥找到的新医院还是不愿意接受母亲。如今寻找新医院如同一个看不到尽头的路，他们只能继续前进，只能不顾一切地寻找新的出路。那一晚浩介想妈妈了。这一次林子终于记起了大儿子，依然笑呵呵地询问儿子怎么了。或许是当年自己封闭自我的任性，或许是因为进入了社会才明白生活的艰辛，如今的浩介只想和母亲好好道歉。直到今天他才明白母亲有多么不容易，有多么艰难地维持着一个不大的家庭。是吗？可我都忘了，最近总是常常忘事情的。浩介，记得我说的话，在这种时候才最是需要笑容的。谢谢你妈妈，这一次让我带你去夏威夷吧。如今林子记不得了很多事情，但是他总记得家里的仙人掌是很重要的东西。他拜托儿子好好照顾，因为在他看来，浩介永远是家中最稳重的男人。那一晚，浩介似乎得到了力量，回家的路也变得从未有过的轻松。当俊平戒掉了懒觉，他还是选择相信电视中射手座今天的幸运色和幸运数字。如今的俊平已经不知道接下来的医院是否真的可以接受母亲，因为在他看来似乎早已沦为失望。然而这一次医生木下的话语变得不同了。木下觉得之前医院的用药很是讲究，如今脑瘤的反应来看很有可能是恶性淋巴肿瘤，虽说是恶性，但是还有治疗的余地，更有可能将生命维持到五年时间。治疗余地五年时间，这几乎给了俊平不敢相信的希望。木下更是联络熟悉的医院，电联同是医生的女儿接收林子做进一步的检查。那一刻俊平根本不知道自己说什么才好。木下叫住俊平，直言自己的小儿子像极了俊平，傻傻乎乎，感觉很不靠谱。但正是这个时候才是需要成为男子汉的时候。加油俊平，我觉得这一次很有希望。看着门口的黄色计程车，手中的88号数字似乎都在说明今天的射手座会有好事情。另一个木下医生给予了最终的结论，恶性淋巴瘤的可能性很高，后天住院检查后才能最终确定。俊平的好消息让浩介也松了一口气，兄弟二人也终于有时间能坐下来好好喝上一杯。看来一切都还有时间，一切都还来得及。俊平总觉得沉默的哥哥一定有事瞒着自己，他希望哥哥不要总是一人默默地背负，说出来总会好受一些。弟弟的话语让浩介有了一种诉说的冲动。原来浩介一直都很羡慕弟弟，羡慕俊平是一个坦率的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让人倍感羡慕。如今的自己不敢面对妻子，更不敢面对站台高处的生活，只能一次次联络那个爱慕自己的陪酒女，似乎只有对着她才能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浩介知道这一切可以算是出轨，所以他选择向弟弟道歉，毕竟这一切对于妻子是说不出的。一向沉稳的哥哥竟然在外有别的女人，这是俊平从来都没有想到的，更想不到哥哥竟然真的流下了泪水。那一晚兄弟二人不醉不归。俊平很惊讶母亲新的病状，害怕哥哥的钱包，害怕嫂子会生气。那一晚一家人时隔多年第一次睡在了一起。浩介想起了母亲照顾仙人掌的叮嘱，无意间在桌子上发现了一封奇怪的信件，那是母亲留给父亲的话语。林子觉得自己最近深感抱恙，说出了自己身上的所有值钱的东西，希望丈夫可以在自己去世之后卖掉举办葬礼，并且一直不断地提醒丈夫千万不要给儿子们带来负担，所有的一切都要由我们自己承受。浩介告诉醒来的父亲今天的好消息，只是没有想到那个一向懒惰的父亲竟然会在一大清早选择跑步。此时两个孩子都想和父亲聊一聊，父亲告诉浩介弟弟俊平已经决定退学，帮助父亲公司从零开始。浩介觉得弟弟终于靠谱了起来，建议父亲直接宣告破产，尽管房子会被收走，自己会承担千万债务，但是浩介会处理这一切，会想尽办法偿还。放心父亲，我会解决的，你也要加油啊。
毕竟你才是一家之主。那一天独自孕检的申雪不曾想到丈夫真的及时赶到迎接自己，只是如今的浩介在母亲和妻子之间一直努力地陪伴着争取着。那一刻申雪觉得自己或许真的错过了辛苦的丈夫。木下医生叫来克明，希望及时安排生检手术，这样就能及时确定是否为恶性淋巴肿瘤。紧急安排手术的原因很简单，之前医院的用药让肿瘤开始变小，虽然病情有所改善，但是不利于今后的手术，所以一切都要以判断病情为第一要务。那一刻克明也第一次感知到了莫名的希望。在那个大雨的下午，克明忐忑地走进医院，不曾想到小儿子却在第一时间选择离开，对他一切都是一眼难见。林子还是那个开朗的妻子，尽管要做手术却依然笑容满面。当浩介第一时间赶到的时候，手术已经延长了半个小时，父子二人都不知道所谓的延长是好是坏。最终木下医生告诉父子二人，已经确定是恶性淋巴肿瘤，确定还有治疗机会，确定起码还有5年时间。从1周到5年，从无药可治到存在机会，那一刻父子二人都不敢看姗姗来迟的俊平。俊平成为了第一个哭泣的男人，克明则还是选择背对儿子默默流下眼泪。因为这一周总算是熬了过来，这一次或许真的有重新开始的机会。尽管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我们今后再好好打算，总会有办法的，总会有希望的。当寒冬过去，春暖花开，林子依然跳起最爱的草裙舞，如今的母亲已经能记起最爱的家人。浩杰很是欣慰母亲的康复，林子还是喜欢兄弟二人陪伴着自己，哪怕只是在医院，哪怕只是陪着自己跳舞。另一边，克明独自约见了儿媳，说出了自己的债务问题，同时表示让儿子作为担保人。父亲克明很是愧疚，尽管如今已经破产，但是克明向儿媳保证自己会想尽一切办法偿还债务，希望儿媳不要抛弃儿子。看着公公低下的头，儿媳申雪说出了另一桩隐秘。原来林子手术当天，俊平独自找到了嫂子，同样说着会偿还所有债务，同样说着让嫂子原谅哥哥。与此同时，申雪却看到了浩介的努力，原来浩介已经做好了跳槽的准备，准备去往外资企业寻求更好的收入。如今跳槽成功，浩介已经计算出5年时间自己就可以偿还所有的债务。那一刻申雪很是敬佩自己的丈夫，因为这是一个男人的努力，这是一个儿子的担当，这更是一个丈夫和父亲的承诺。所以父亲，请相信你的儿子，因为我相信我的丈夫一定可以，一定会成功。那一天申雪终于想见见自己的婆婆，跳舞的三人都没有想到那个最冷漠的儿媳会真的来到这里。然而最先开口的从来都是那个最善良的人，从来都是他用一切努力维系着家庭。谢谢你妈妈，我永远记得你的那句话，正是在这种时候才要努力地笑起来。本片完。我们的家族是2014年日本根据知名小说改编的亲情剧情片，本片的原作小说是作者以自己的真实生活编撰。母亲被宣告疾病后，家人四处奔波，终于在新的医院转院治疗后，作品开始做了连载。那时候稿费都给了母亲治病所用，而真的在5年之后，作者母亲离开了自己。正如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人的地方也有家庭。中国人常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是我们用来过日子的一句话，充满了处事的妥协。作为以家庭为社会基本构成单位的东方社会，处理家族题材的电影一直是日本电影中的一个重要分野。随着社会的演化，家庭的存在方式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在持续酝酿着异变。话题老旧，但表达常新。我们的家族是日本年轻一代影人对家族发生的勇敢尝试。在一个 90% 的电影作品都依赖原著改编的电影环境中，遇到好的原作就如同遇到了性能优良的发动机，而幸运的石井玉也总能发掘乍一看不起眼，细细驶来却耐力十足的那一态。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这几乎是弱在一家最深刻的问题。好在一切都有转机，只要你努力，只要你学会承担。所以再看起初为朋友解释的羁绊一词，我会选择如是说：如果你有一个自小生活在一起的家人，
你在很多时候都不会记得对方，只是在每一个节日，在每一年的结束开始，都会收到对方的善意，尽管那只是一句注意身体，尽管那只是一句加油打气。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听完这个故事也有所感触的话，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当然，如果你喜欢这个电影故事，不妨帮我点赞支持一下吧。晚安，我们下个故事再见了。